韩国著名主持人柳在石在韩国教师节来临之际，被韩国的学生们选为了最希望是自己老师的艺人。韩国某网络教育机构在4月23日至5月14日期间，面向656名初中生和高中生举行了最希望是自己老师的艺人调查，结果柳在石以28%的得票率获得了第一名，韩国艺人朴宝剑以22%的得票率排名第二位。 One and One 江丹尼尔、马东锡、李顺宰分别以18%、10%、8%的得票率排在了第三位至第五位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